你明明很开心，你明明很快乐，你为什么不跟我愿意交杯呢？是要结婚的，交了要结婚。那我们现在这里结婚不一样了吗？今晚嘴哥乔妹带货啤酒时，兄弟们提议让俩人来个交杯酒，这可把嘴哥给愁坏了。不是，你这个酒，你直播间不能喝酒，我也想喝交杯酒。这样吧，我来去找个水吧，兄弟们，你以水代酒行不行？善解人意的小杨哥当即提出解决办法，直接让嘴哥开心的胡言乱语。师傅，往后余生要不咱们过吧？师傅，我也不要乔妹了，你也不要嫂子了。行是吧？好，等我，两分钟。师傅。重新返回的小杨哥，当带货完自己昨天没来得及卖的王炸鸡翅拖鞋后，所做的一个决定，不但让不情愿的乔妹瞬间主动，更是让嘴哥当场呆立。这个拖鞋，这个是我昨天本来要卖的，然后没有卖。是啊，师傅，你是故意留下来给我卖，我懂你，师傅。这可以吧？好看吧？我以为这可以外穿的啊。你看这个设计，看啊，看这鞋垫，这里面有一个鞋垫，看到这鞋垫取不下来的啊，取不下来的，可以吧？29.8是啊，一个大牌的，看到没？一个大牌，这个鞋卖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也是运动的，给你2万的，你先喝，你只要喝了交杯，这个我就给你上，真的吗？嗯，这是我们昨天卖的，好，2万单卖了以后，业绩算你的，你这个，哎，好，人家喝了，人家喝，你怎么不喝？你这玩意都懵了，兄弟们，你干嘛呢？故意的吧？还想再来一次？真的吗？乔妹，你变了。乔妹，这是给你上的啊，不算他的啊。当小杨哥直播间来了几位美女小姐姐，小黄立马坐不住了。那些女的坐，哎，我不是，是那个我找了个品牌，这个品牌找了几个女模特，女模特就是你叫的，你合的，你喜欢的。Nice。A few moments later， 耶，够的。张雨露有点不对劲，小黄，你侧面对一下有什么？小黄的身材感觉出不同。那个，就这个行不行 ？One two three four， 哥。哎呦！别穿衣服。对于女孩来说，什么才是浪漫的事？是送她漂亮的黄金，还是各种名贵的化妆品？在各种浮夸的物质需求中，这些都不算事。而真正能让女孩觉得浪漫的事，是那种来自内心的喜爱与满足。今晚是小杨哥520情人节专场，准备惊喜的大杨哥特意把大杨嫂带到了直播间。你喜欢喜不喜欢？喜欢。也许只有大杨哥才懂，身为人民教师的大杨嫂，闲暇时间非常喜爱的就是画画，而没事就陪媳妇画画的大杨哥，有着专属俩人才懂的秘密。知道小杨哥今天为了儿子，专门把马克笔的价格给打了下来，立马投其所好的叫来大杨嫂问喜不喜欢。等小杨哥介绍完产品，接下来大杨哥为媳妇买单的操作，简直惊呆了众人。梦多多的丙烯马克笔，60色的，我儿子用的就是这款，木头上也能画，钢上也能画，石头上也可以画。这个就代表它的着色力非常的强，更明显的对比啊，它的着色力啊，看这是普通的马克笔啊。蓝色的蓝色，好，在黄色上面，黑色的是不是啊？看不见，好，再来一个黄色，黄色，黄色，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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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马克笔，看一下着色力，不错，是不是涂在身上很难搞掉呀？来来来，来涂一下看一下，看，来纸一擦，擦呀。直接干掉，然后呢，给你兄弟们来这个卷纸，贴在桌子上，然后你就自己画色，让小孩、小朋友再涂色就行了。再给兄弟们来3个儿童涂色本，小孩可以直接往上面涂色。兄弟们，我们要看一下这上价啊，169，那么贵，就是因为我儿子玩了，我才去砍柴嘛，我才选，这我知道。梦多多今天想什么？49.9，上车！来吧，给嫂子买是吧？不是，不是给嫂子买。我说你今天现货带了多少个？现货。带几个来公司？三个我都要了。哎呀，他们说我抠门，让我跟让你跟我离婚。面临你。原来优雅女神赵雅芝才是一代人心中的梦中情人。今晚赵雅芝做客小杨哥直播间，一上来就让兄弟们炸了锅，都是说我的女神，我的女神，还有说是我的童年。面对这么多人的喜欢，赵雅芝也是鞋子用款护肤礼盒，趁母亲节来临之际，为妈妈们送上礼物。啊，你给我用用这个，您的偶像。一直在用的，天了，天了！买个亲子礼，对，这是我们给兄弟们，因为我们也想了很多大牌子。其实有的母亲她，你说你给她买那种大牌子，她也不太用，她也不了解。其实这个就已经非常不错，因为很多妈妈就可以，你就可以买给你妈520，买给你妈妈用。我是从我的一个化妆师推荐给我的，推荐给你用的。然后对了，我用过之后，我觉得
不错。然后呢，我就把好的分给他，分享给大家。对，而且我知道十三号是母亲节啊，对，是不是？嗯，那这个套盒送给妈妈也好，送给丈母娘也好，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不用烦恼了，嗯，是不是？这一套里面有水啊，有这个是水液啊，有精华液啊，还有眼霜跟面霜。然后因为给兄弟加一个这个迪安娜的面膜。焕白祛斑美白特征啊，眼霜眼霜。它这个其实就是主要就是针对这是我徒弟是吗？就是年龄过了，像我这个年龄可以，四十岁左右我们就喜欢油养肤了。然后它添加了比较珍贵的那个亚麻籽油和亚麻籽肽，所以对于抗皱非常好。而且它是德国的品牌，并且他们家是为数不多的，从水到乳液到面霜，全部都有那个驱蚊的紧急报告的，具有修复、抗衰老和美白的功效。海葵香是很多大牌里面运用的成分，也是有报告的。30分钟凌厉出现皮肤不良反应，这是好的产品一定会做的一个测试。然后这是一个功效测试报告，真真正正能把纹路给你解决掉的。对，每一个都有，从水到乳液到面霜，刚才我们说的到眼膜，八大功效，对，全部都有，而且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啊。您当时也是别人给你的？对，没有，我也是买的药，也是要两个。520送520送给妈妈，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520块上车。凭一段舞蹈模仿就能得到汪峰的演唱会邀请，这种操作还非带小杨哥和小黄师徒两人莫属。要不我演唱会上一起摇摆，你来一下呗？啊，来呀，兄弟们，要不要我去？兄弟们，刺激！当大家还正在幻想有小黄和大小杨哥的演唱会能热闹成什么样的时候，接下来带货完伊利冰淇淋的小杨哥直接现场预热，让汪峰创作灵感频频闪现，让大家对结合后的演唱会充满了幻想。乔治，你买过吗？是不是非常贵？伊利的5块钱一个，还4.5块，是吧？对啊。你看我分几个啊？几个？几个了？6、7个、8个、9个、10个。10个如果5块钱一只，是不是50了？对啊。再来这个，这也是一个巧乐之4个圈。嗯。10个这个啊，再来1个、11个、12个、13个、14个、15个、16个、17个、18个、19个、20个、21个、22个、22个，一个5块钱，100多块。来。一的也有牛奶，这个大概3块，这个非常好吃。20几个了，23、24、25、26、27、28、29个，29个，伊利绿豆的，30个，31个，32个，33，34个。哦，这加一起35个。对的，一共35个。当天去拿，画了一只赔一只，画了两只赔两只，画一半全赔。一定要当天去拿啊，兄弟们。京东顺丰冷链发货，嗯，运费只有20，嗯，是吧？运费我还给你包邮。83.9块上车。我来给峰哥唱一首春天里。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演唱会上我这首歌是这样拍摄的。那是真的行了、啊、脚也别吃了，爷爷们狗粮、嗯，大杨哥带货狗粮，不但趁小杨哥不注意喂食小杨哥，就连自己讲着讲着吃了起来，简直笑不活了。可以吃的，味道真的不错。我就问你，味道有没有不错？味道真的非常不错，不错，对吧？你这味道真香。拿勺子，我能不能搞一口？你们不要。